所谓真相，是要竭尽所能去查证，令有罪者伏法，无辜者免受伤害。我黄子霞面对的案子没有一件破不了的，尤其是这件，我赌上了自己的性命。这是陷我于绝境的一个局，我定会让所有人看清楚，我李淑白绝不是好惹的。只要我现在手里有棋子，那这盘局就成不了死局。最终目标肯定是冲着我的。我要的不是安宁偷生，我想要的是和他一起活下去。比证据更能看清楚是人性。